个头了。头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头，回来了，你看看。哎，嗯，好了，完事儿了，那这大指甲，好了。我靠，你这么大一块自己解不出来，拿出来。我靠，你确实顶得有点厉害。嗯，我很多次都不行。你谁介绍你来的？咱们看快手。怎么看快手啊？嗯。写的是指教子也受罪了。受罪了。嗯。啊。可以好，坚持都可以好，看看。这么样配啊？有点疼了吗？修的时候？修疼了吧？有点疼，有点疼是吧？不是挺疼是吧？嗯，这么严重了，微微有一点正常。现在还疼不？疼了。不疼了是吧？嗯、马上就解决问题。多么严重的甲沟炎，都可以几乎是无痛的把它处理好。但是甲根在这儿。真医的人啊！这是有点疼也正常。这样的啊，不是疼的受不了也是吧？嗯。嗯，一感觉有点疼，马上出来了。一会儿还要把这个牛肉处理好，对吧？
经三十二了。学生刺的心脏，都将军割的咽喉，等着被虐，我然不甘心，陷入了一步。张德林的心脏现在肯定在考虑。嗯，这梗儿老深了。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，找到那个替考者。学生冒昧问一句：既然张德林要灭口，何不干脆借他之手？老夫是要活的。活的，我教了你多少次，三分天下凭的是本钱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收入了钱出来了哈。是，下人会提前在这些本子上交上资料。现在，啊，本次成就后，你们啥出来了啊？对，摔跤。出来了哈，这么长一块指甲扎肉里了，这好了，这是穿袜子都不舒服啊。经常画吗？偶尔。很少是不是？一般换的时候什么时候换？有什么印象？好像总共也就